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ennifer。我们来到了湖边，老公，say hi。嗨。你要小心哎，你要斜滑嘛，不要走太边呢。看那个划船的，看可以走吗？可以走，我们去坐那个划船的，行啊，是吧？等下我们走过去看，我看有人在那边呢。叫我们走过去看，看可以划船，给我划船，我们就划。现在我们要走过去那个划船那边，看看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走走，走，我们去划船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划船地方，这个不错哎，你称好先，你倒好先，要安全着想嘛，一定要穿嘛，穿那个防护衣嘛。我们来坐船哦，在这边，你看，这边是留声机的地方。马六甲埃格罗，马来西亚马六甲埃格罗，埃格罗哪里啊？这边的河很大，那我们拿脚踏车，来用脚踏的。现在有兴趣啊，来这边玩，有兴趣的来这边玩。你看我们来这边玩。不要穿鞋，不要穿鞋。不要穿鞋就放上面，我怕人家他们。慢慢打。不是有看到那个天鹅哪里去啊？天鹅，老公，你不是想看到天鹅？你转去哪里？应该转去那个。我要看那个桥啊，感觉我们走的有点。他讲不会靠那边呢，不会靠边呢。他讲，不要靠到那个白色丘那边。这样阴天就好玩了，不会这样晒。如果太阳晒啊，就晒黑了。今天我们来是干鹅。转对的嘛，老公，好像你越走越边这样。他跟你讲不要走边啊，他讲你要走那个白色丘那边，不要走太过边，不要怕。为什么不要走边啊？怕等下我们掉在那个旁边那边过不来啊。你这边点，你趁那个丘那边，你不想要摸那个白色丘啊？没有，好像要下雨要下雨。不记哦。不要太过远了，我们去不要太过远，等下下雨。凉啊，就 OK 了，又要怕下雨，如果热就很热。我们来划船，今天我们来划船。它会进水，这么大水从哪里来？下雨天的那个水啊。刚才我跟你讲脱鞋，你不要脱鞋。
没有，刚才那他有给你拖鞋在那边嘛，你不要拖鞋。你看你的鞋湿湿哦，你看。鞋湿的问题。还有给钓鱼耶，你看，要给钓鱼。来，那边还有给钓鱼。来，谁有兴趣来这边划船啊？来马来西亚马六甲啊，爱格鲁啊，来这边划船啊！谁想要来这边玩的，来订阅我啊！来订阅我啊！我是 Jennifer Vlog 啊！你看这边可以划船，可以什么？可以钓鱼，那还可以钓鱼啊！那边有人钓鱼，我反过去，等一下反过去。嗯。叫老公，这么停啊？你看，那边还可以钓鱼。那小孩子拿那个鱼钩在那边钓鱼。哦，他用细的，你看他用细那个船，你看细那个水。就拍到这里啦，下一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啊，今天天气阴阴。不会热。